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我想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，大家不要忘记多穿点衣服哦。然后我相信神的祝福每一天都在你的身边。在这边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的 prop， 就是我们现在在拍制第五章的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专辑，非常的可爱吧？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们祷告，谢谢你们。在这边呢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。那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新的同工，让我们欢迎 Celi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eline。嗨，小丽你好。嗨 ，OK，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这个消息呢，就系咧喺嚟紧呢一年里边，我哋会有赞美之泉第一次嘅儿童敬拜学校。是的，是赞美之泉第一届在香港要开始儿童敬拜赞美学校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在4月26号，2014年。系4月27咧，主持。啊，27号就开始噶啦。4月27号，没错，4月27号就开始了。从那一天开始呢，我们会有连续10周的学校跟课程，一连10个星期的训练，是在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每一个星期日的下午，是从1年级到6年级的小朋友都欢迎你参加，1年级到6年级的小朋友，我哋都欢迎你参加噶。但是呢，因为名额有限，所以大家要快哦。但系名额有限，所以大家咧要重速报名啊！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www.sop.org， 可以看到所有详细的情形。你去到我哋嘅网站咧，就可以见到所有嘅详细详情噶啦。然后你也可以在网上很容易的就可以报名，亦都可以喺网上容易咁报名，就这么容易咯，就系咁简单啦。OK， 就这样子咯，祝你们有一个很 beautiful New Year， 就系咁样啦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嘅新年，拜拜，拜拜。